个箱型的毛巾，还有来这位帅哥来对着我们大荧幕的方向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对着大荧幕的方向，让大家都可以看到你们哦。哦，来看到了，这个是球迷自制的毛巾，号称美女的毛巾，非常有创意。好，不论你的毛巾，好，不论你的加油标语是现场的买的，还是说你是自己制作的，都欢迎可以高高的举起来哦。哦，记得拿我一样的毛巾，还有就是罗拉的粉丝。好，这个是魏全龙队的一个小图案，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可爱。好，来看到这位美女，好，拿的是天性的毛巾。哦，好，来我们最后一组哦。 OK， 好的，谢谢帅哥，谢谢美女，谢谢现场所有的学员朋友们，下一局我们继续来加油。这半局才刚刚周二周年，才动不动来看看这个半局的第一位幸运球迷是谁呢？好，来看看是哪一位球迷今天可以第一位在这一局拿到我们的小礼物，来看一下大木。好，来看到这位是来访的中信兄弟的两位美女，来可以戴上斗笠来，展现你的热情啊！记得哦，要到场外来领取我们的小礼物哦。好，来戴上你的斗笠，戴上斗笠之后呢，也可以对着我们大荧幕来，来展现你的热情，来斗笠喝啤酒。还这是我们龙哥上你两位一起这是戴着斗笠爱心。好，来我们接下来再将时间交还给比赛现场。